啊，我给你们看看咱们家的火腿肠好不好？里头全都是肉粒儿。这里边全部都是肉粒儿啊，家人们啊，看不着？这这都大火腿是。肠，你好好分好，不要天天扔，因为干仗他们几个。我想知道小迷糊干啥去了，媳妇儿。小迷糊呢？没放，没放叫。为什么今天我直播没看着迷糊呢？欢迎亲家啊！欢迎亲家，感谢我亲家送来大火箭。感谢我亲家送的大火箭，再给我亲家点点关注。我四哥的爸爸，啊，一号麦老四的爸爸啊，你看家们，你们，咱这火腿肠家们含肉量老高了，家们，全是肉粒，这里边全都是肉粒，看着了家们，看着吗？火腿肠里边全都是肉粒啊，你们知道火腿肠含肉量多高吗？家们，啊，这个是含肉量78%的，啊，这个含肉量是78%的，啊。咱家这款火腿肠啊，家人们看不着，这个含肉量82%的鲜牛肉，家人们82%的鲜肉啊，3.5块一个，买10个赠送2个，买20个我给你赠送5个，家人们啊，大火腿肠老大一根了，一根100克，这根一根火腿肠100克，家人们啊，你们有需要的你可以拍的啊，猜这个。那是鸡，这个是牛肉的，牛肉含量78%，这是鸡肉的，家们，鸡肉含量82%，含肉量82%啊。虽然这是给狗子吃的，家们，这个火腿肠给狗子吃，看家们看这么粗一根，100克一根啊，狗子嘎嘎喜欢吃，家们啊。你们想给自己家狗子买火腿肠的，你们可以拍一单，家们啊，这火腿肠里边全部都是肉粒，家们看着吗？全是肉粒啊，含肉量特别高，狗子特别喜欢吃。三个起拍，家们，三个起拍。啊，把数量加到3，家人们，把数量加到3。如果你拍一个的话啊，一个的话给你发3个，家人们。啊，如果你拍一个，你花10.05块，10.05块的话，我给你们发3个火腿肠。这么扔，吃的不均，不平均，一人一口不就完了吗？对呀，一人一口啊。嗯。石榴。这火腿肠老好了，家人们啊。你看这石榴老。买十个给送两个，买十个送两个，家人们啊，啊，含肉量高，说实话，猫也能吃，猫也喜欢吃。你给包子一个，看猫包子吃不吃？你看家人们，这含肉量高的东西，猫咪也愿意吃，知道吧？对。啊，又拍一单萝卜干，谢谢家人们啊。小迷糊，我今天咋没看见小迷糊呢？小迷糊上哪去了？啊，小迷糊呢？小迷糊啊，迷糊啊，你不想你姥爷？迷糊啊，迷糊啊，迷糊，你不想姥爷呀？迷糊啊，哎呀，迷糊搁这儿呢，你不想姥爷呀？迷糊啊，你在哪偷的罐头？你在哪偷的罐头？我说今天直播咋没看见你呢？那我说今天咋直播咋没看见你呢？咋偷罐头呢？
老四刚才在那嘎挤的你，不让你出来。你看咬我胳膊上了。给。看不着。就属大鹅的。你再抢，你抢来了。我不敢。他容易划，他惯他容易划嘴，容易把嘴划伤了。他咬我。他那样容易把嘴划伤了，我告诉你，媳妇。他人把舌头划坏了。老四进去。哎，给点尝试。拿着火腿肠换一换，拿火腿肠，媳妇拿着火腿肠给他换一下子，来，媳妇去。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啊！火腿肠拿来啊，媳妇啊，给拿着含肉量高的那个，含肉量达到82%那个，媳妇来，给小明拿那个含肉量82%那个火腿肠，对。来，家人们啊，我拿这个火腿肠跟小明换啊，别动啊，家人们，小明啊，老爷拿这个火腿肠给你换含肉量82%的鲜肉，明啊，你那个罐头什么罐头啊？这个火腿肠你看看，82%的鲜肉，低敏型的，看着明啊，再换一下子。看这火腿肠香不香？看，火腿肠老好了，一个是100克。明花，你那罐头好吃还这个好？来，明花，这个火腿肠3.5块一个呢。明花，3.5块一个。啊，买10个我赠送2个，买20个赠送5个，买20个赠送5个。明花，来，再换一下子，明花来，拿来，操！怎么，明儿，操，罐头，拿那罐头呀，拿呀，明儿，你看那不是浑身冒火，拿来，完了，媳妇儿，这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，啊？完了，这赔了。我寻思刚才我把灰尘放这个地方，我寻思我放这块儿吗？寻思我去拿这个罐头去呢，结果小明把我罐头给我偷跑了，把这个灰尘。完了，3.5块没了，再拿一个吧，媳妇儿，再拿一个，再拿这回，媳妇儿，这回你拿，你看你能不能你媳妇儿，就这回你拿。他不吃肠，长皮他不要，你看长皮他不要，换不来，骗不来他，你看他不要长皮，你看，就再拿罐子去，再拿罐子，赔了夫人又折兵啊，啊，拿个棍子把罐头扒拉出来，哎呀妈，你这说话了，咋了？火腿肠到了，我看看，这干啥的？怎么人他自己拆开的？包子，花卷子，你们二位有点过分了吧？自己拆开的，啊？这狗火腿肠，包子，这是猫狗通用的还是给狗吃的？啊？包子，花卷子，这不狗火腿肠吗？让你俩造了，啊？你们家猫狗都是人才呀，这火腿肠太香了，只能怪就怪这个火腿肠太香了，家人们知道吧？啊，这一根是100克啊，家人们，这个火腿肠一根是100克啊，你看家人们，
一根是100克，然后呢3.5块一个，家人们，买10个我给你们赠送2个，买10个赠送2个，家人们，买20个赠送5个，买20个火腿肠赠送5个火腿肠，家人们啊，含肉量82%，家人们看着，含肉量82%，这个啊，低敏型的啊，82%的鲜肉啊，骨头不顾尾，我来来来吃吧，让咱吃吧，让咱吃吧啊。走，再跟小迷糊抢，把那罐头给他抢回来，来，把罐头给他抢回来。你家猫挺好的，迷糊，来，过来，拿这，你跟他换媳妇，媳妇，你说你跟他抢，你不敢。哎呀，你这不让他咬就完事了呗？你看他怎么才能拿出来？你逗他，我那你咬着我怎么办？他怎么能咬着你呢？我脑瓜子伸进去都不带咬我的。那是你，你老想让我做那，那要给我打。咬着了我就得打针。厂里有盐吗？厂里肯定没盐的，家人们，低油低盐的呀，这专门给狗子吃的呀。这会天专门给狗子吃的，低油低盐的。咬坏了，反正啥也不能干了。待会儿一定要拍20根，家人们啊，因为20根是一箱，20根是一整箱。啊，家人们啊，你拍一整箱，我还给你赠送5根。啊，我来吧。牛儿，牛儿，听着。不能咬你，行，肯定不能咬你。把那个给我，把那个给我，罐子给我。你拿，应该让拿。你伸手，你伸手拿，伸手拿，伸手拿。现在伸那只手拿。哎呀，我应该害怕。哎，他给拿走了。啊！把罐子给我。他整进里头了，那罐头。你趴你脑瓜子进去啊！你把脑瓜子铲进去不就完了吗？罐头拿来。来，迷糊来。在哪儿呢？我看在哪儿呢？在井里头呢。妈的，你藏那么深干什么玩意儿你啊？怎么他自己有后手？小迷糊聪明，我告诉你媳妇儿，咱一般人斗不过他。你一会儿火腿肠他吃没了个屁他了，媳妇儿，真的，你这方法可不行。哎呦，我不敢。这你这磨磨唧唧的啊！你真乱磨叽，拿来，操你妈的，拿来。抢不过他，哎，吃完了他俩，啊，白折腾一63针，或者火腿肠皮儿，火腿肠皮儿没吃，火腿肠皮儿没吃。给你一个，哎，拿出来了吧？你看看，谁能拿出来？谁也拿不出来。这会场谁也拿不出来，只有我能拿出来。看看媳妇儿，这罐头咬的，啊，这罐头给咬的，它打不开。你看，哎，把笼子一抠就出来了。参观了吗？啊，没有，哎呀，主要怕把舌头割破。对。